职场里兼顾的友谊。我明天离职，这个公司我受够了。平时咱们四个关系最好，你离我也离，我也说不定老板了，咱们一起离。你还在这公司继续干吗？那我也离，那就这么说定了，咱都是好姐妹。那俩人说的好听，肯定不带走的，我心里有数，也就你能跟我一起离职，毕竟咱俩关系处到位，那俩就是走个表面。你还真要离职啊？怎么可能，现在工作多难找啊，你不会当真了吧？我当然是逢场作戏了，毕竟七喜那人也不咋地，人俩关系多好，咱俩就别凑热闹。七喜自己想走还非拉着咱们，还真因为自己人缘好。我马上就得交房租了，谁跟他离职我都不敢理他，让他过得去得了。拜拜，不走吧。那还用问吗？他啥人你还不知道吗？老板那一套，咱们这一套。你以为谁都像咱俩这么真诚呢？对他俩我都没抱什么希望。放心，我肯定陪你离职，毕竟最近天天熬夜加班都不美丽了，咱俩才是真姐妹呀。说心里话，也就你能跟我一起走。心里这样就行，那俩人一个比一个心眼多。我就没抱希望，看见了吧？看见了，咱俩心里有数就行了。他可赶紧走吧，走了就清静了。咱几个离职以后啊，先去旅趟游，然后。你们几个没离职啊？同事是一时的，朋友是一辈子的。你先找工作等我们，我们尽快。永远的姐妹。再见了，姐妹们。